斯拉头套里的那个人究竟是谁？今天我和学姐研究了长达三天三夜，我们找出了那个人。小伙伴们，在迷你宇宙的记载中，我们知道梅斯拉是一个肌肉男，并且从这个外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其实并不是兽类。小伙伴们记得点个赞支持一下，谢谢。我们可以看到在简介中写着一句话，在原始森林要小心梅斯拉，其实这一句话是用来迷惑我们的。我们在游戏中可以发现，其实梅斯拉它只是一个玩偶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它是不是像一个玩偶头套，而旁边的这个眼睛就是玩偶的眼睛，所以证明其实这里面的是一个人类，并不是说梅斯拉就是恐龙。那梅斯拉究竟是谁呢？今天我研究了很久，我发现好像是我们的角色。小伙伴们，你们也可以在评论区中打出自己心意中的那个人。但是经过我不断的研究，我们发现好像在我们迷你世界中的这么多角色都和梅斯拉配不上，而清玄却跟他一模一样，都是绿色的眼睛。所以说极有可能清玄其实就是梅斯拉里面的那个人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呢？